我们在跳，我们在儿童游戏区。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:17。13:14。14秒。哎，我上去再上，下去再上来，14秒。14秒而已吗？从那个洞爬出来嘛，后面那个。妈咪，你爬一次。我觉得他眼睛要弄得很新颖。对啊。像这个，它也不是用正色。嗯。哦，花鞋，这不是用正色。藕色。很漂亮。啊，我好不容易上来了，它又在消耗体力。这个大人上来有点吃力。我们在。太高了，上不来。大妹，我帮你拍。这个牛板应该上不来。牛板太大了。牛板可在那边玩。我觉得彼得爸也上不来。彼得爸上得来。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他体力蛮好的。那没有，你看那个转弯，他们会跑，太高了。那你看，我们看谁先下去，我们看谁先去，我让你5秒，1、2、3、4，我开始。他这边是比较for小朋友的，我刚才花了很多力气才上来。你看这个洞很小。要下去。你要下去吗？你下得去吗？哪里？你要跟我一起走这边吗？我一起跟你走那边。好，走。好。我一起走那边。我觉得很困难的。什么？这洞有点小哎。我上来了。你上来了吗？你从哪边下去的？它这个网子有好多层。从那边下去比较好下去。那边比较好下去吗？你来嘛。好，我下得去吗？我刚才是从那边上来的。你这边比较好下去。真的吗？我下得去吗？我真的下得去吗？真的比较好下去。哇！哦吼，好小的洞哦，我只能这样。这个洞太小了吧？太小了，你看他们在嘲笑我，说我被困住了，太过分了，我可以好不好？我可以，我下来啦，他们在笑我，可恶，我一定要下去。啊！等一下，我一定下得去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蛮小的，我的动作非常的缓慢。好了，我下来了。我很厉害吧？你下来了耶！我很轻松哎，这很大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再吃胖一点。我觉得我肚子饿了。走吧，去吃饭了吧。啊，还想再玩2分钟。这颜色好漂亮。嗯。这是角落生物的颜色。为什么是角落生？哎，我躺在这边也很舒服哎，我躺到这边。有没有像在溜滑梯？哦，我本来就在溜滑梯，躺在溜滑梯上面睡觉。哎，你最好不要再丢我，我会攻击你啊！真的。这边真的比较好爬，没骗你。我在攻击啊。更难爬，我没有骗你。我在攻击阿友。不要攻击我！不要，要是把我埋住。攻击心。Thank you.
把姐姐埋住。你把这你干。你打到相机了啦！打到相机了。你要丢出去就要自己去捡回来哦。我不玩了。好，走走走，我们去逛街。阿燕，你丢到相机了。你丢到你的帽子了，你帽子是什么颜色？哦，哈哈哈，你被骗了。我刚才是从这边很像那个蜂窝这样子爬下来的。我们等一下再玩好不好？等一下再玩。哦，这是空气清净。很大台的，专业型的。要我日历的这个需要啊，好看。这台是，这台应该很贵。对，空气清新机 air cleaner。哇，调到最强。那这边真的很好笑，那这边超。哎，没看过这么大台的。应该长10公分的那个。这是自动的，然后它这边还有显示空气的清净程度。对啊，但我们不是先玩再吃。哎，没看过这样的空气清新机哦。你在干嘛？在干嘛啦？我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嘛。很好。啊。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。我研究一下嘛，只是好奇。研究只能用眼睛看，你不能把它打开，这样不好。我是看一眼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只是没看过，好奇嘛。它很大。好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我想要打棒球，妈咪，你跟我去打。妈没有。妈咪呢？好，我在穿鞋子，马上。不是走那吧？走错边。兄弟，我当初他来找我，跟他说，就是我要专心于我的课业。救。妈咪救了，走吧。走。我哎、欸，你看玩到我衣服都炸出来。我也是啊。现在是6:24，我们要走到一楼去吃饭。我们住三楼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流汗。我们大流汗。轻轻松松，那个对我来讲小 case。那我们玩一下这个很适合你们这个年纪消耗体力，那边比较适合小朋友。这个小朋友玩比较危险。棒球也不错吧。棒球比是我那个人记得。我说刚刚玩的小尖的那一些比较适合。其实像 Cody 就很适合在那边。但是他不行爬那个啊，他突然那个是吧？但溜滑梯也太快了、啊。会吗？哎、欸，他建议我们，他刚才建议我们，如果要去逛那名人堂，要走外面，然后外面可以坐电梯到7楼再逛下来，不要走这里。他刚才有建议我们了。对，他说这样比较顺。里面没有很多人，好不好？那里面现在，他不用，他到晚上不用。你按错了，你按上，应该要按下。对。走吧，走吧。下楼下楼。这是12月16有马戏团呢。哦，他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live show 啦，可是这个要费用。好累哦。对，一楼了，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们今天的晚餐是吃这个超贵台菜港点餐厅。生意很好吗？这边这间是日式料理，它餐厅很多。我觉得它这间也是有点那种主攻吃的啦，所以其实，那我们等一下今天要吃的就是这个超贵，它是属于中，哎，是中菜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录到这边喽。等一下我们点菜，再跟各位分享我们吃了什么。就这样，拜拜。